现在是下大暴雨嘛，然后我们家前面刚好有一个排水孔，我现在看到一个非常神奇的景观，然后我必须要采取行动，不然的话，我的整个车库就会变成蟑螂屋。观众，你现在来看到的是我们蟑螂现场直播，你看，第一届蟑螂足球大赛即将举办在，邻居一定以为我是神经病。你看，就是从那个水沟里面出来的。我知道蟑螂正在求生，我也要求生啊。这边密密麻麻的，会怕的朋友抱歉了。平常你家看不到的蟑螂大概就是长这个样子。然后现在哇，白色的蟑螂，这个是奇观。因为水沟已经淹成这样了，他们不得不爬出来。可是他现在家里只有我一个人啊。刚刚不知道爬进来这边有多少，然后我的妹子不能让她一直饱受蟑螂在那边。现在没有那么夸张了，刚刚的都哦，真的都是小蟑螂哎，一记的哦哦。老天都看不下去了吗？你老天都看不下去了，我是不是造孽太深了？我算我还是回屋内哦。